一看到是韩国瑜的春联，民众难掩兴奋之情，直呼在北部街头怎么也能拿到韩市长春联。拿回去一定会贴的，因为我们全家都是韩国人。原来是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力拼立委初选，特别向高雄市府拿版权，印制 Q 版韩国瑜春联，要在选区发放。黄副座的办公室您好，您要拿韩国瑜市长的春联吗？消息一出，办公室电话接不完，韩国瑜 Q 版春联限量6000份，分别在新北市五个地点发放。得他们的授权，就说我们把高雄发大财拿掉，变成全台都发大财，所以说拿到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春联，我相信一定会让所有民众都非常的开心。春节发春联有韩国瑜就有看点，立委陈宜明早在去年年底就跟韩国瑜联名出版春联。上头大大的字印高雄发大财，写着韩国瑜陈宜明进贺，印制30000份，在台北高雄发放，不到2周发光光。韩国瑜韩市长的加持，基本上是一到市场或是我们印出来一到地方就全部都被拿完了。韩国瑜魅力持续延烧，尤其对韩粉来说，过年当然也要慢慢韩风。记者黄家伟、王乃瑜台报道。